许多人说要将普丁送上战争法庭，或者俄罗斯的军队已经犯下了人类的战争罪，但是什么情况里头他可以成立呢？第一个，他要被逮捕；第二个，他应该要被战败。过去有没有例子？最成功的例子是叙利亚的情报头子，他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逃出国外，被德国直接的逮捕，梅克尔正式的要求比照纽伦堡大审审判这位叙利亚的头子。他在当时镇压民众的时候采取了违反人类罪，而正式立下了里程碑。让我们来看当时梅克尔所立下的国际法的里程碑，以及你可以理解，除非俄罗斯战败，普丁被逮捕，他不可能被战争法庭判罪。这是一张在镜头前必须被模糊呈现的脸，但是他在这场历史判决里的角色却丝毫不能被轻描淡写。位于科布伦茨的德国法院2022年1月13号判决一名前叙利亚情报头子因涉及至少4000起虐待、30起谋杀、26项身体伤害、2项挟持人质及3项性暴力罪，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出狱。This trial cast a much-needed, renewed spotlight on the kinds of sickening torture, cruel, and truly inhuman treatment, including abject sexual violence, that countless Syrians were subjected to in detention facilities. 那个恶名昭彰的集中营，在叙利亚当地被称为人间炼狱。同一时间，约有4000人被关押在闷热拥挤的牢房，不时会有人鞭笞或殴打伺候，或者对他们的手脚、胸部进行电击。一名自称凯撒的前军事摄影师将他从叙利亚偷渡出来的30000张照片提供给法庭作为证据。只见被拘留者不是遭到钝器或尖锐物品殴打，就是遭到电击和烧伤。纽约时报称，这项判决不只是这个世界对叙利亚国家暴力定罪的里程碑，也是那场10年战争结束后首次在境外由公权力裁定一个地球上仍在掌权政府的暴行。It's something we've been waiting for a very long time. We thought it was never going to happen. But then when it happened, you tell yourself it's a dream. It can't possibly be true.一名原告回忆了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不过是在自己的部落格上表态支持当地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便眼睁睁看着叙利亚自2011年3月开启了长达近11年的内战。他随后遭到当局逮捕监禁，受尽了身心上的折磨。For me, the psychological torture was the worst. The torment is in waiting for the next session of torture. As a detainee, I was always waiting for the next torture session, asking all sorts of questions, being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t was a difficult situation. 这样的日子，他挨过了3年半。2015年获释后，他逃往德国，与近100万叙利亚人一起接受当时德国总理梅克尔所给予的政治庇护。也正是梅克尔的宽容，替这场历史审判创造了条件。因为包括2016年的原告，一直到关键证人，几乎都是在过去6年内先后以难民身份抵达德国。而这2名加害者也正好在这段期间逃往德国寻求政治庇护，所以在2019年遭到逮捕。他们原先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介入，将如此重大的案件移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n 2015,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political chances of there being such a referral to the court, aren't there anymore, simply because Russia vetoed any attempt to refer this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n China went along with that. So at that point in time, it became clear no international court for Syria.At least at this point. 最终，检察官援引了一种被称为普遍管辖权的法律原则，让德国法院受理此案。该原则规定，各国有义务起诉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即便被告不是其公民，且该罪行并非在其领土内犯下。
幅是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注定了德国历史的前世今生。德国对普遍管辖权的主张，源自于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因起诉纳粹政权的幸存成员。以色列在1961年对前纳粹官员艾希曼的审判中曾经援引，例如1998年西班牙要求逮捕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将军一样，替当代国际人权奠定了根基。德国曾经用它来审理卢安达和刚果内部犯下的罪行，近期还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伊拉克对雅兹敌人的种族灭绝。如同伸张正义的一小块拼图，叙利亚不过是散落的一角。It's a recognition of the crimes committed in Syria, and I think it's quite okay for the survivor, the Syrian who are affected with this crime. So I hope that this sentence and this verdict will be a strong base for future work.有时说，判决最大的意义是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战犯没有避风港。尽管这次被判刑的仅是叙利亚广泛镇压机制中的一个小螺丝钉，真正背后制定导致大量平民死亡政策的独裁者，也就是总统阿萨德，仍在当地牢牢掌权。但这个世界不会袖手旁观。一个判决画下的里程碑，势必将开启一个新时代。